第一要克服的实际上是我们的技术壁垒和管理壁垒。大家知道我们核电厂是一个动力堆，如果我们生产碳十四，第一我们要知道用户需求，第二呢我们还要通过把这个把件放到堆里，辐照完成以后还要通过一个核化工的这个过程啊，将它进行这个提纯转化，成为我们具备可以应用的这个原料水平，整个过程呢还是跨了比较长的一个链条。从我们现在能够生产以后，将会极大的丰富我们国内的用户量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我们针对碳十四后端应用技术的发展。